名牌汇聚 JCY House。星期五 ，yes， 點解咧？因為我哋個肚有啲肚餓啦，係啊，唔好咁興奮住，降翻低少少我哋嘅情緒。但我哋喺度 yes 咩咧？究竟 yes 咩咧？就因為呢間鋪頭叫 yes 大堂 yes， 哦大堂 yes， 但係咧就唔係鋪頭嚟嘅噃，因為你冇得去食嘅噃。咁但係你話我冇得去食，咁點樣食啊？咁樣原來咧大堂 yes 咧就係可以喺網上邊咧訂購啲食物。但係食乜點樣訂咁啊？梗係要請佢哋兩位負責人咧出嚟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啦。私房菜咁啊，喺我哋身邊嘅咧就係有呢一個 Eva 啦，同埋 Iris 嘅。早晨，早晨。咁我知道 Eva 咧就講國語嘅，係咪咧？咁我哋知道今日 Iris 幫我哋做少少翻譯啊，咁樣啦。咁啊，首先我要問一下 Eva 咧，大堂 Yes 呢一個來源喺邊度又諗到個咁嘅名啊？同埋點解會諗到做一個網上嘅私房菜咧？因為叫大堂 Yes 其實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希望客人吃的都会说 yes。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yes 它有点普通话的夜市的谐音，那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比较属于台湾夜市里的小吃类呀、对，所以我们叫大堂 yes。咁啊，不如 Iris 同我哋讲下头先 Eva 讲过啲乜嘢？佢就话佢哋叫大堂 yes 系因为觉得顾客食咗之后都会有 yes 咁样嘅感觉，同埋喺普通话嚟讲 yes 同夜市有少少嘅諧音，所以就叫大堂 yes。所以個名字就咁樣來源嘅大堂 yes。咁應間就有時間睇下我哋食完會唔會 yes 先。我諗啊，你唔可以講 no 先啦。咁啊，點解咧？會唔係開鋪頭而係喺屋企做嘅咧？即係做私房菜呢一個 idea 咧？因為大家都說很好吃啊，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做了這個東西，然後大家都可以吃得到。係，即係冇味精嘅。當然沒有，完全沒有，我們家沒有那種東西。對，咁啊，所有嘢都係喺屋企度做嘅。即係跟住之後，即係家裡面都在家裡做的。對，而且都是客人 order 一進來，我馬上做，現炒現做的。即係唔使早一日打嚟話問你哋，喂，我聽日想食咩喎？我下一個鐘頭我想食咩都可以打俾你。沒錯，完全沒有問題的，馬上一個小時後馬上送到家。咁犀利？對，一個鐘頭之後送到屋企啊！嗱，咁我知道你哋做台灣風味嘅小菜啦，咁你哋嘅 menu 咧係點樣定嘅？係你哋定咗出嚟，定係話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叫乜都得。我想食乜嘢？可唔可以咁樣嘅咧？不如 Iris 同我哋翻譯下，可以直接跟你們講，我們想要吃什麼，你們就弄，或者是有一個 menu 嗎？我們是有 menu 的。那大致上就像我今天帶來這些東西，那這是主要的，我們熱賣的產品就這幾項。哦，熱賣的產品就喺曬我哋前面啊，係嘛？咁啊，不如介紹一下，逐樣介紹一下。哦，當然沒有問題。那我先看大眾所皆知，這個是鹽酥雞。鹽酥雞，鹽酥雞最中意食啊！這個不用介紹，它味道非常的好。然後旁邊這個是蚵仔煎。即係蠔仔煎，蠔仔煎，即係同同蠔餅一樣咧？唔同，有一點不一樣。一點點不一樣，對，口感也完全不同，但是比較台灣道地的小吃，一啲地道少少嘅。上面嗰個係咩醬嚟㗎？上面醬其實是調過的，有很多東西在裡面，然後一點甜甜鹹鹹的，然後不會太膩，也不會太。味道太重啦，梗係秘密啦，唔可以話俾你聽，俾話俾你聽咪你識整咯。話咗俾我聽，可能都秘密嚟嘅，唔得嘅，唔講得俾你聽。咁呢個咧，這是控肉飯，有點像紅中國的紅燒肉飯，對，然後是紅燒焖過的，扣肉，對，扣肉。烘肉它吃起来不腻，但是虽然它有一点肥油在那，可是完全不会腻，是很嫩，入口即化的。入口即溶啊，呢啲对。好啦，咁呢边呢一个咧？哦，这个是三杯鸡。三杯鸡。台湾好出名啊，吓。对，大家都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印象。所以我就带过来给大家尝尝。呢个就是主力嘅推销嘅。餸菜啦，熱賣中嘅餸菜。咁啊，首先我哋要試下啦。咁我最中意食鹽酥雞咁，所以我試一試鹽酥雞先。我淨係知道咧，我希望隻手可以長啲啊！一到美食星期五嘅時候。通常我哋睇到咧，就係可以上到嗰個網址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你哋嘅聯絡方法啦，你哋嘅係點樣去打上去啦，咁樣去 order 一啲食物嘅。
你見我講唔出嘢就知道幾好味啊嘛！好，等我 yes 好鬆化 yes or no yes yes OK yes. 好試下呢個先。嗯，哇，係咪入口即溶咧？好香啊！真的很香啊！嗯 ，yes 嗯。Yes, yes 不。唔使講嘢啦，唔使講嘢。已經係 yes 啦，即係食得 ，sorry 啊，食到已經要流口啊。食得一試啊，嗯，食得一試啊。嗱，咁我想問一下啦，嗱，當初的時候，點解你哋一班年輕人啦嚇，會 group together 去有呢個 idea 點樣嚟嘅咧？其實有創業呢個 idea 點？因為現在創業是蠻難的哦。點解會突然之間覺得一班年輕人會咁樣？其實我們這一群人對美食都還蠻有熱情的，然後剛好看到網路上有這個機會，可以在網路上做這樣子的行銷。嗯，對，所以我們就開了這個 account， 然後賣這些東西。嗯，咁你開始咗幾耐啊？有幾個月時間啦，定係一年到咧？嗯。开始多久？到目前为止大概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嘅啫，啱啱开始嘅啫喎。但我觉得好好，一班年青人咧有咁嘅 idea 去创业啦，同埋咧系揾准机会啦，去做一啲美食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尤其是呢一个 idea 系直情系唔喺铺头嗰度啦，个租钱又悭翻啦，咁喺屋企又做得舒服啲、方便啲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是咪去到邊度都送俾人先？即係我好住得好遠嘅，你會唔會送餐先？會送到哪裡？我們送餐範圍其實蠻廣的。那我最東到最西，我們送到 Seneca College， 然後對對，就當沒有 Snyder， 然後最西邊我們送到 York University。哇，都好遠啊！個範圍都幾大喎。對對對對，同埋 Dormius 同 Finch 嗰度嘅範圍。哦，咁呢個係由西至東。都有齊曬啦，咁啊即係由 Seneca College 去到 York University 嗰邊咧，你哋都會送餐嘅。咁如果送餐會唔會有一啲額外嘅收費㗎？係送餐。在這兩個範圍之內的，我們是只要到一個定額就不收費。嗯。那在外面就有可能要收點小小的郵費這樣。可是還是送的。對，還是送的，送的沒有問題。對。咁我哋可以點樣 order 法咧？就係怎麼去 只要打電話進來啊，或者是網路上 MSN 我們啊，或者是留個短消息給我們，都有辦法送的。咁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咧右下角個網址啦，喺 York BBS 嗰度咧有個論壇啊，上邊咧就可以見到你哋嘅聯絡方法嘅啦。嗯，咁啊亦都咧係可以睇到咧係有個電話咧可以直接打電話咧去訂呢啲咁好美味嘅台灣風味嘅小食㗎。係啊，咁我而家即刻去訂先，睇佢下一個鐘俾咩窿我先。今晚咪唔使煮飯？今晚可以唔使煮，有好餸食啦嚇！咁我哋今日多謝曬 Eva 同埋 Iris 上嚟先，咁我知道咧國語佢哋都會咧同我哋傾下嘅噃，介紹俾國語嘅朋友。好。姐靓米，孝心就系咁简单。你知唔知啊 ？Y and Y 已经成立咗50年噶啦。哇，咁犀利，咁就庆祝下啦。哇，咁耐。